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为什么？老张，啊，怎么办？啊，我现在没有钱。啊，可能我的卡有问题。这张卡是我来台湾的时候重新办的卡，但是不知道有什么问题，现在用不了。我在 ATM 机器取钱的时候一直在失败，我去了什么银行失败，另外的银行又失败。我坐计程车的时候我没有计程车的费，因为我只拿了这张卡。还有我现在没有现金，因为我现金只拿了一点点，我买了那个 SIM 卡。SIM 卡还有什么啊，那个翻译计程车的费用，我的现金都没有了。因为在韩国的银行换钱的时候手续费很贵，所以我想要在台湾取钱，因为银行很多嘛。但是没想到这个现在用不了，어떻게怎么办？啊，어떻게我现在没有钱，所以计程车的费那个司机跟我朋友打电话，我的朋友帮我叫了，太不好意思啊！这怎么办？我一点钱都没有，然后我现在没有电，什么都没有。你们看我的全部充电线，这个你们看，我现在拿的钱，我现在值，这个是多少钱？这个是多少钱？它是50元，我只有50啊，怎么办？啊，只有手里50元了，怎么办？真的怎么办？然后现在我的钱包，汽车，那个游泳池的会员卡，这个是 Costco 会员卡，还有这张卡没了。啊是，怎么办？啊，你拿什么？handphone 手机现在17%，啊，怎么办？啊，在韩国银行打电话，怎么打电话？然后我刚刚在那个柜台借了这个一个，然后我插了，然后插不了，没有电，没有钱，然后是죽겠네，어떡하냐？啊，真的怎么办？啊，没有钱，啊，等一下，想办法，一定有办法的。现在要在韩国打电话，这个韩国的银行。您拨的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为什么换了？啊，现在我换了韩国的 SIM 卡，但是我打不通。所以，그래서내가빨리엄마한테가公司快点打电话给我。아이따가친구돈은어떻게갚지？어大家大家大家来电话来电话，喂啊，여보세요여보세요안녕하세요한학감사합니다어네안녕하세요대만에왔는데요발급받고한번도사용해본적이없는데카드결제도안되고요돈을뽑으려고해도안돼요네많이당황하셨을텐데요혹시현금인출지금하시려고하는거예요현금인출하려고요예예예아그러세요지금확인했을때는현금인출하시려면저희현금인출등록되어있지않은카드이세요어떡해요좀도와주세요지금돈뽑아야돼요돈하나도없어요그럼어떡해요저진짜돈하나도없는데카드재발급해서다시수령하시고사용을하셔야되세요어떡해요아그럼어떡해요돈도한번도없는데어떡해요진짜현금인출기능은지금안되는거고일단승인거절이됐던부분은지금확인이되기때문에、네、승인거절됐던부분에대해서는저희담당부서에제가확인을하고다시연락을드릴건데요제가담당부서확인해서다시연락을드릴게요아네네네알겠습니다 네, 감사합니다 네, 네감사합니다어떡하냐왜왜왜어我怎么办我现在手里只有50元啊怎么办啊现在真的没有电在台湾都是110吗
充电线？你先跟一龙借一下。好好好，怎么说？这个接图？接插图。接插图？我等一下帮你打电话给柜台。好。谢谢。好，谢谢，拜拜。要，对，谢谢，谢谢，哇，我朋友给他那个柜台给我使用，谢谢，谢谢，书里只有50元，谢谢你，谢。那个卡突然用不了，不能用。谢谢。他觉得我有钱了。终于有钱了。非常辛苦。终于有钱了。我没有钱的生活真的不行，哇，太辛苦了，眼泪出来，吃饭吧。我怎么办？你知道哪一个人吗？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李总，我的钱。你应该跟他要发票的啊。怎么办？人家没有办法，对啦。我怎么办？